不知道这个飞机的型号，它没有介绍，懂的人自己去看了。这个是什么无人机？彩虹哦，这个好像也挺出名的，它彩虹九，中高空的一个长航式无人机，它挂了，可以挂这么多，你看那个大的小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挂7个，两边14个，彩虹九。这边好像就是轰炸机了，歼击这边，哦，歼击机，对，那边是歼。歼击机到这边就是。那个山上面的人应该都看这些飞机的吧？我感觉对面山上面好多人，是吧？可去那里看表演呢、哦。他这个就是这里把一个门打开，后面可以开进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门打开，坦克的开。坦克的开进去。俄罗斯的。行了，可以随行拍了。Nice， 旅行的。哇，看这种，就像个。你看到后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小窗户，那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站一个人吧？观察。玩这块的话，俄罗斯是很牛的。看这个，这是海军哦，这也是属于舰载机的海军的直升机，直9，舰载反。叫舰载反潜直升机，明白了，看看有人，他们要进去。他把我前面的这个罩子罩起来，应该是不想让他看到里面的这些仪表盘，对吧？还是说保护雨下雨天保护？好像。等都是为了看表演的。看正面吧，你看正面吧，走了。回去恶补一下。涡轮。拍张照片吧。真行。
天气的比较。哦，我记起来了。好好好。六斤，六啥？到三块吧。来说难办，我要有。这边应该是表演的。歼三五 A 我记起来了，在室内歼三五 A。预警！中国 FIS China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erospace Exception。除了有飞机武器的长枪短炮，各路摄影大神们都是长枪短炮的。真的，他们全是长枪短炮的，你看，一个比一个强，一个比一个强。对，中国空军表演队。哇，好大的油味儿啊！哦，长枪短炮的。在这抢机位。抢机位看表演。哎我。还有真有人带了望远镜在上面。哦，野餐，这可以。野餐垫适合放在飞机下面野餐，上面把太阳一遮，只有在下。我还想着带小的折叠椅，但是。看长枪短炮，这是战场外的长枪短炮。那他们等一下是会，哎，这个天气蛮好的，雨过天晴。那他们就会在这里表演吗？是不是这么理解？看看，我靠，还早得很，还没上班了，还没上班，他们就在这里抢位置了，他们在这里抢位置了。哦，他们会把它打开，看见没有？下雨就把它给遮住，明白了。然后这个预警机，预警运空间。下雨了，上面就没雨。预警机、歼击轰击、舰载机、直升机。我现在在运用酒。哦，这是给其他飞机加油的。空吊车。没事。空军表演，
过这种人快。鲲鹏，这是叫鲲鹏吗？可以看到里面的。哇，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里面的场景。好车啊，可以开上去。嗯，好重的味道。跳伞，哦对，上面还有一排，上面还有一排座位。看比较看的比较多的是里面有车，有车子，然后直接掉下来，大概降落伞。哦，这里还可以进去啊。开完即走，走。开完即走，开完即走。哇，这个地方的人好多。好多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好多人啊！帽子呢？哎，十元你那边走。不要往前，往后。不过要天晴了。按道理很多大佬应该也会过来看展吧？我看过了。专门的啊，有意思。是的。好多先进的，现在拉走了。哦，先进的拉走了。我说现在要专业的生产。哦，难怪。公众日，看。哎呀，等一下我们去。外面看的差不多了，从国产大飞机到运载、轰炸、舰载、武直、轰炸表演、雷达、红旗、反潜相控导弹，都差不多了。OK。去，等下去室内吧。无人机，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 ，New Type。Strike Reconnaissance， 侦察打击一体的。大了一个侦察摄像头，挂弹。你就看吧。白底战斗机，很像科幻里面的概念机。这个叫白底啊，战斗机。朝辞白帝，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这是一个源自南天门计划的原型机，50610。看这个造型，很科幻。
真的不会，等一下啊，今天是在珠海航展2024，这次展出了一系列的重器，我是重器，你看这个，看一下，航天门计划，空战主力，快递。概念词啊，就行道还没出来。哇，像个扁扁的，像鸭子这样子。酷。白帝。九天白帝。酷。会。中国航空航天，加油点赞。太酷了。